来，小魏，我宰了半只鸭，芥末毛豆，这都是下酒菜啊！要不说哈，人说嘛，好喝两口的人嘴就馋，为什么馋呢？每顿都得研究点菜出来，不像人家不喝酒的人，下点面条，整个蛋炒饭，人就吃一顿，对不对？只有好喝两口的人。你别管是说什么情况，必须得整两个小菜儿，毛豆也有，明天吃毛豆。来，铁子，找一个啊，校尉。我就是的，我平时吧，我还喝不了，芥末放多了，吃上头了，我去。你这是没喝多，完了那个给芥让芥末给干上头了呗，是这意思不啊？你这家伙少放点儿啊，对，芥末太吓人了。谁不知道你呀？栽楞的，完了脖脖梗梗着呢，你就是脖一直就梗着，爱谁谁的小柱子们，是不是？我给你介绍介绍啊，欢迎蜗牛啊，欢迎每一位老铁啊，到了重新兑的，那你要是吃不下去，太冲了就得重兑。对对，小博永远都来了，就这个，一般那都牛人儿，一般都俩号玩小号的，是吧？哎呦我这蚊子太那啥了。太吓人了，真咬人呢，这蚊子。欢迎手机 YY 新人啊，欢迎每一位老铁啊！小魏，再走一个，强哥，头一次见面，强哥再走一个呗。小石头先干了啊！哎呦我去！